阿梅提自己即将在大陆举办的个人巡演宣传造势，一开口说的就是自己变瘦了。你看时长，我怎么够瘦了？好累哦！身穿黑色披风外套和踩着高靴的打扮，身形修饰得很不错，但仍被拿来大做文章。阿梅一上来呀，就不停地分析自己最近怎么瘦了。当然，这也只是阿梅自己觉得，要小编看来，身材也跟以前没多大差别了。惨的是阿梅。这次现身不但替自己演唱会造势，还替电影《小时代四》献唱主题曲，于是大陆导演郭敬明也来了。特别感谢梅姐可以这么支持我们的电影。郭敬明身高差不多148公分，两人站在一起体型相差甚远，让刚说完自己变瘦的阿梅怎么对比都变得大只许多。而这一抱更像极了比喻为大英雄天团里的这个角色。 I would like to help Baby被形容成可爱的杯面，不知该高兴还是生气好。但天后的魅力可是不减，接下来在大陆24场的个人演唱会，相信又将造成一股旋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